状况，是9000。Apple Inside。石头路。杰克隐山。OK。要用哪一条下去？我现在是应该是12，12跑道差不多。12。OK，final。对，12，大概13，这应该是13了，对，13、12这个方向。OK，final roll inside。我们有回锅狼馆了啊，太感动了，是吧？ Apple Inside 会以高度3000尺飞过机场上空。了解 ，Final 了，我已经低于1000了。没有 test 了。200。
我在后面大概四 miles， 然后要小心哦，我待会刹车哦。哎。这里动物两三好像比较长一点，可是会变侧风，没办法。哦，排球到底是怎么活着走下来的？我觉得侧风还好，我刚飞的时候就还好，还 OK。嗯，还是蛮行，我还是飞动物下，我还是飞幺五下去。这边是海角，预计幺五跑到 turn 档位。啊，杰克，杰克，我们跳单位。啊，对，因为就只飞十四，我怕四千太短。我刚刚是 RNF 5，然后 Circle Two Then Two Three。现在风是12614节。我靠！什么风啊？难怪他们吹下去。